我现在妈妈，我们去参加我爸的生日会，我们是分两批走的，我跟我妈一块儿，但我爸爸他们中午就已经出去聚餐，然后因为妈呀，成都的风，这些味道。凉粉鱼皮，有不得人很讨厌吃这个。折耳根，哎，我们真的成都说话好牙尖。其实它是那个普通话说是鱼腥草，就有的人很讨厌吃这个，但我最爱。来看清热解毒，板蓝根。这个是我准备好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祝你幸福。大家好，富儿给大家打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去做指甲，因为明天是小姨的婚礼。然后刚刚在机场是我来福来接的我，来福来接机啦。我已经做完指甲了，然后顺便做了一个清洁脸，所以把妆也卸了，回家。不用再卸妆了，但是成都现在有点降温了，大家看看我家来福开了震动的狗子。小优的婚礼结束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什么桥那个下面走来走去。我爹。其实我真的很少参加婚礼，因为跟我同龄的还没有结婚，然后又因为平时在外面工作，也没有办法就是赶着回来，所以说这次能来参加小姨婚礼，其实我也蛮开心的，感人。我觉得成都的温度真的太舒服了，我今天只穿了一个单件，然后一点都不冷，而且还有一点微热。这也太舒服了 ，Amazing！ 哇哦，舒服的天气，一点都不需要穿外套什么的。Good！ 哎呀！一直在这绕圈圈，然后米豆就只能跟随着八万，因为他们两个是一个牵引绳。八万斤，这个发动机一样的狗劲儿。